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本期是玩这个《怪物猎人 Rise》啊，系统是优化系统 Win11， 然后设备是 GPT Win3。先说下这个结论啊，这个游戏是很容易就能60的，但是需要点优化啊，之后会游戏中提起。啊，这边炸弹进去了啊！这边看一下游戏设置啊，基本上是一个百分百渲染一个中低的一个设置啊，应该是能稳定60帧的。然后看一下这个优化问题啊，这个游戏感觉虽然说是 DirectX12 游戏，但是感觉主频冲量有点高啊。我这边现在是看到是17瓦，但优化过后，比如说看我这个中低性能的，它这个应该也是可以运行的啊。是吧，就优化到了7瓦的一个性能，我这边帧数上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啊，然后之后就用这个档位来继续玩下去。哦，来了，哎呀，致命空刀，这一刀就空掉了。降虫受伤，嗯哼，跳舞的，是要跑了吗？跑快！
搞定。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，但是建议还是看一下这个优化。不优化的话，这个瓦数差的还是蛮多的。如果我这个状态十瓦的话，可以玩一个3小时左右。如果不优化，就只能玩到2个小时不到一点啊。这边试玩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